这里面各种古董啊，但是中国的东西没见到几个。中国的东西没见到几个，我只想找中国的瓷器，这些东西我都没兴趣。来走一下看看，这些东西我都没兴趣。看看这边呢，这是一个月才有一次的，入门票还要5块钱，不是5块钱啊，5磅的，5英镑。这里应该有可能100个摊位，可以一直逛，逛到从上午逛到下午。看了几个，有一点点中国瓷器，但很少。你看银器比较多，这种项链比较多，好多中国人都跑这儿来淘项链，自己戴可能。项链有什么好戴的？都是老的，这也不一定都是老的，也有真真假假。看上面有两个大瓶，看他们喜欢，英国人喜欢这种盒子。哎，这有个花瓶，看到了吗？上面有两个大瓶，那肯定不是中国的。一会儿拿下来看看，英国人喜欢这种盒子。哎，这种银器特别多，还有玻璃器，太多了。人挤人啊，老外也喜欢淘宝啊。你看这种项链特别多，还有一些画呀，一些东西都没啥意思。看这有几个小碗，青花小碗，但我刚才看了都是普通的东西了，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这有几个瓷器，那有个瓷器好像还不错。看一下，这就是著名的伦敦一个月一